跟着我 A， 我会觉得他真的关键就能跟我 A 了，我要比你多个点的。 说不要了，操！他 Q 比我 Q 先好。哎呀，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 被他留，这种会留 W 的，给他 Q 上来，他不要，他不 A 你，马上走位，就能留你 W， 就跟那个节奏纯一太的 Q 也是，直接 Q 上来，马上走位，你的 W 打不动。 看他们 ID 段位不高，只能这个还能看 ID 的，看 ID 这段位是吧？如此不入流的风格。他一比我打的先。 先开E，他先交大。
非要恶心我一下。不知道你从一都是最后放摸清楚别人放的多余了我前放找我闪你拉不开 Q 好不了我就换了不升技能好吧有想法的呀，断线。继续断线，我吃塔皮。武器踢下去的。打个水银鞋。1333加900。23。去下路吃塔皮，12分钟。
有两个大的，一百二十五的，跟上时间线的步伐。这种他是看不到的，这样 Q 过来看不到的，很难 Q 下来。不要 A 他，不要 A 他 ，A 他会扛塔。啊！他是征服者，其实输出有点高啊，输的属于英雄。哎呦，我这波贪欲没回多少血，被点燃，而且我没有挣到很多兵，我好像就挣了三个兵，我应该再过去一点，挣六个兵。OK， 还在前面。别人也尝试过。去打先锋，杀了不要了。我的剑准备好了。感觉这大招比点好。大招62秒，点燃180秒，大招好的快呀！感觉能用大招是不用点燃枪，点燃 CD 有点绝。约他呀，850。正战局，马上就好。就你一个人吗？欺负我没难？状态真差。你要欺负我没难是吧，小兄弟？
所以我应该换扫描的，吃完那草原树影子。他的 AP 武器重伤恶魔法，那我是不是还是该出一个影魔刀呢？还是 AP 武器？还敢二回来？这边。28Q 那么复活、啊、你们快出来守啊，我这不一打五45，这个30多了15。这边在搞什么飞机？5打3打不过。你们快走，让我来。我不知道开始一打五表演。往哪边跑？快复活出来，别挂机，挂抓 Q， 他不出来呀、啊，不杀，呵呵，他不出来呀、啊。我跟你拼了 ，Panda Kill。